友们，你们都认识他们吗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硬币。你们认识它吗？是多少钱的呀？1元的。太棒了！嘿，好，还有这个呢？5角的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还有哦，这个呢？当当当当，1角的。哇，原来小朋友们都认识呀，你们太棒了。高兴啊，嘿，红果果，小果冻和小朋友们在认识硬币呢，那就都可棒了。是吗？真的是太棒了。哎，小果冻，你知道吗？硬币还可以变神奇的魔术哦。对呀对呀，红果果，那要变什么神奇的魔术呢？别着急啊，小果冻，一会儿啊你就知道。啦啦啦啦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乌拉乌拉 Q。 小嘉宾崔月欣今年5岁，小嘉宾邓思怡今年5岁。神奇的魔术吧。好的，快看，我已经早就准备好了。那小朋友看看红果果手里拿的是两个什么呀？什么？两个纸杯。两个纸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它翻过来。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想问问小朋友们，你们身上有没有类似于像硬币呀、钥匙呀、头花什么的？有吗？红果果，小果冻有一枚硬币，刚刚还学变魔术用的。哦，太好了，能借我用一下吗？好吧。好，记得还给我哦。没问题。好，刚才我们都看过了啊，两个都是空空的纸杯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拿起小咕咚给我的这1元钱硬币啊。好，那你们相不相信红果果能让这个硬币从这个纸杯底部穿进去呢？相信吗？能穿过去？你看，肯定相信。这可是没有动的哦。直接就把它给把这个纸杯底给戳破就可以了嘛。但是我能让这个杯底完好无损哦。那小朋友和我一起念咒语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说乌拉乌拉 Q。 哦，听见了吗？有什么东西在里面？你们觉得现在硬币在哪？里面呀，在杯子里了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好不好？看一看，1、2、3，咚咚咚咚，怎么样？1元硬币还给你了。当然了，我还有更精彩的哦。啊，还没有变完吗？我可以让这个纸杯自己变出一枚硬币，你们信不信呢？信。小朋友是非常相信红果果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啊，大声的念出咒语啊，再来说一遍，乌拉乌拉 Q。 有没有呢？我们来摇晃听声音。小咕咚，你1元硬币在你手里吗？对呀。那我们看看纸杯里的是什么。当当当当，又变出了一枚1元硬币，是不是很厉害？那小朋友想学这个魔术吗？想。好，那在学这个魔术之前呢，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仙乌拉拉，让他来告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。好的，让我们一起说，魔仙魔仙乌拉拉。我是魔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呢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
今天变这个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两枚硬币和两个纸杯。在变这个魔术之前呢，其实我早就在其中一个纸杯的底部呢偷偷的藏了一枚一元硬币啊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啊，因为呢我用我的手指把它给挡住了、哦、然后翻过来，另外一个呢没有，是不是也把它翻过来、哎、好，就可以来变这个魔术了。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学好吗？一起来学。其中一个纸杯呢，它的底部藏有一元硬币。好，一起来做。好，用我们的手指，手指把它挡住，把它挡住，把它挡住啊，就像我这样。哎，把它翻过来。来，另外一个纸杯也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展示给大家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纸杯。然后把它倒扣过来，晃一晃，看一看。哇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纸杯呢盖在放有硬币的纸杯的上面。好，月月盖上去。把它盖上去。哎呀，好，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纸杯翻过来放在桌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请观众朋友问一问你手中有没有硬币啊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把里面的纸杯抽出来，倒扣过来盖在上面，然后拿起一元硬币。好，信不信我能让这个硬币穿过这个纸杯呢？不相信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念咒语。乌拉乌拉 Q。 好， Q 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上面的手指把硬币给藏起来盖住，然后呢让观众听一听纸杯里的声音，晃一晃。哇，纸杯里有什么呀？有硬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打开看看。好，倒出来。哇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藏在手里的这枚硬币呢，同样再用另外一个纸杯把它盖起来，把里面的纸杯抽出来，然后盖在上面，晃一晃纸杯。哇，另外一枚硬币怎么样？也变出来了，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。哇，好棒，来为自己鼓掌，成功了。小朋友们太棒了，今天的魔术学会了，为自己拍拍手，为自己加加油。嘿嘿嘿，大家一起拍拍手，一起加加油。现场的小朋友都已经学会了，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乌拉拉有没有学会呢？好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乌拉拉，我也学会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步，把两个纸杯拿在手里，其中的一个下面用手指压好一枚硬币，然后像这样将两个纸杯叠放，拿起上面的纸杯倒扣过来，这时硬币已经在纸杯里面了。第二步，向观众借一枚硬币，做向纸杯里扔硬币的动作，打开纸杯，硬币就好像穿过了纸杯。第三步，再次像这样将纸杯叠放，拿起上面的纸杯倒扣过来，另一枚硬币就出。